兄弟们啊，马桶跟小主人第一次会晤啊！哪里？你给我过来！这是小孩的消毒柜，你干啥呀？你干啥？看吧，他扒门扒了好长时间了。来来来，你看看小主人安安在这儿呢，马桶安安。不行，不能这样子！你看这爪子，要不小心搁脑头上咋办，大黄？我给他捅。啊！马桶那家伙。马桶，哎呀，我把刚往地下放放。马桶，你这个家伙，你小主人，你以后要保护好他，你知道不？你看他咬着尾巴，咬的脑袋往里面。哎，你扒大黄呢你？激动吗？我操！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你马桶，你给我下来，别上床，下来。下，别上床。很好奇，家里突然多了一口人，不适应，你知道吧？今天马桶没见他的时候，一直在屋里面闻味儿啊，他能感觉到家里多了一个人，他就一直在闻味儿，一直在找。今天就索性让他来看了。你可以坐着看，坐下吧。安安，你干啥？他搁这里热，因为我们开温度开的太高了。你看我干啥嘞？安，那你坐这吧，马桶。来。马桶这会儿有点激动。过来，马桶，来，小主人啊，坐下。不知所措。别叫你别叫。坐这。看着谁？这谁？哎呀！马桶还跟围裙，马桶不是他这么点儿，你跟大黄还大家打架呢，你还打你怨谁？马桶，不能再叫了。打你怨谁？你叫唤啥呢？你那一嗓子叫的，吓得安安了。250，这家伙是个。咦，马桶？你不看看他得了？不能叫啊！看看就行了，看见了不要叫啊！见见就行了，见见啊！这是以后你的小主人率领你们的，他是老大，知道不？马桶你不再是老大了啊！以后他拿捏你们，对，他不高兴了，拽你尾巴，揪你耳朵，你都不能吭的，知道不？你不能对待他像对待我们一样。你可以跟我们吼，但是你不能对他吼。他看到马桶，他伸爪子，伸手来抓的。你看。哈哈，哎呀，马桶，哎，别让舔，想舔，不让舔。俺想跟他玩嘞。马桶也想跟他玩嘞。哎，不行，轻了，拉着，不能让亲，别口水流上去了，马桶。好了，别让他亲。哎呀！哎呀，安安就是我们家的大活宝。大黑，你以后说话小点声啊。马桶是咱家的大宝贝儿，好不好？以后咱俩一块儿带他玩儿，啊，好不好？安安是咱家的250啊，马桶，他叫马桶。你看马桶在这屋特别热，因为这屋开的28度。这是马桶，是你爹留给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。还遗产，你爹还没死呢啊！你这傻子，你真以为自己死了呀？来，看好，盖上吧。哎呦，他哭了，你哄他吧，哎，没事，安安，没事啊。真去哄了呀？他其实见了人还是很温柔。对，很温柔，相比来说还是比较温柔的。他就是一般见到小朋友比较温柔一点，见到大人之后就疯了。可以了啊，关门了啊。马桶，你是比较幸运的，你是第一个来见小宝宝的。啊，到时候我们再看看其他狗啊，就是不能让你们一下子都过来，小宝宝受不了。明天再让小黑见啊。好嘞，你出去吧。走吧。不想走了。你走吧。啊，走吧。好嘞，可以了。